房小天地，窍门真神奇。家里的刷牙杯，不管是玻璃的、陶瓷的还是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杯底儿的内外都会留下一层粗粗的白色的污渍，不容易清洗干净。有什么办法能够巧妙去除呢？在杯子里倒上一点醋，再把刷牙杯放进一个稍大一些的容器里，也倒一点醋，等上十几分钟，您看看会怎么样？很神奇呀，刷牙杯变得干干净净了。其实那些粗粗的污渍就是水垢，用醋就能轻松除掉了。广告之后，侯星星师傅会教我们做一道家乡百叶卷肉。这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名厨教做家常菜，窍门一点就明白。今天啊，我们请这个从小生长在南方的侯星星侯师傅带来一道他们家乡夏天常吃的一道菜，叫做家乡百叶卷肉。有请侯师傅。侯星星主攻淮扬菜，今天他用几种简单的配料，经过巧妙的加工，打造出精致高档的夏日菜肴——家乡百叶卷肉。他是如何操作的呢？介绍一下主料辅料。主料百叶，百叶千张，也就是对吧？豆子，用一些肉末，肉末这边就是菇类，野生菌。加一点木耳，木耳，另外呢，加一点马蹄粒、哦、香菇粒，哦，还有这个冬笋。调料呢，我们好像家里调料来一点胡椒粉，胡椒粉，白糖，黄酒，味精，香油，再来一点生粉。生粉啊，这个南方当然这个夏天要比我们还要热啊。淮扬菜呢，讲究在夏天的清淡，少盐，少油，少油。咱们第一步怎么做？第一步呢，我们把这个肉。肉末，先加调料，先加蛋，对，这个鸡蛋加进去，加到肉里面，更加滑嫩，对对对，对吧？其实这个菜啊，我们也可以加一点虾，虾仁、虾蓉、虾蓉都可以切碎了，加在里面更加滑嫩，对吧？少了一点白糖，白糖，点胡椒粉，黄酒，盐，味精，来点味精。再加点盐。哎，其实这个我们这五花肉现在是等于是五花肉啊，它的比例啊其实肥的稍微多一点，稍微多一点啊，一般呢一般呢是七成肥的三成瘦，对对，它这样呢吃的口感相当好，对对对，再加一点生姜、葱花、小葱，吃它的心，这个搅拌的时候朝一个方向搅拌，对，哦，加点水，加一点更嫩啊，更嫩，然后用力打上劲儿啊，一个方向，给点盐一激，它这肉劲儿就起来了。对，其实侯师傅刚才教给我们这个三七开啊，七分肥三分瘦呢，是一个通常的惯例。通常的惯例，让肉的口感对更加好。对，如果您觉得我血脂比较高啊，我想瘦的多一点，没问题，没问题。其实我觉得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瘦肉多的话，我们还可以加点油，我们可以示范一下哈，稍微加一点油，让它滋润一下啊，但是解决了这个肥肉不足的问题。好，一点点就行。哦，再把我们刚才的配料啊，马蹄粒、马蹄粒、香菇粒、香菇粒、这个笋粒，这个加进去以后啊，这个口感更加的有脆感，有脆感啊！哇，这口感是非常的活泼啊，非常的丰富的啊。好，来，百叶，百叶，泡一下水。泡过水的百叶啊，实际上这豆皮啊，就韧性很强了，是吧？百叶，嗯，我们处理好了啊，是吧？把水分吸掉。好，先撒一点生粉，让热沾在上面，不会掉。粘合剂，对，这个放上去。平铺开来啊，这个肉啊，铺在上面的时候不要铺得太厚，太厚的话它卷起来啊，太粗了就不好了。对对对，薄薄的，薄薄的一层。看起来压实，压实了，往前滚滚动。对，千层卷儿。好，我们再来一张，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豆制品的营养，对。很全面，营养价值很全面。嗯，今天呢，我们加了菌菇、野生菌，对吧？有木耳在里面，对，让它的营养价值更加好。这个肉呢是放到它的这个前面，不要放满了，不要放满，不需要放满，留出一个条，留出一点点，让它封口。封口，现在卷好了，我们气儿也吹起来。三郎蒸
七八分钟，七八分钟，哎，八分钟左右。好嘞。像这个白卷呢，我们先把它卷好了，先整的先蒸，把它蒸熟了以后再切。哦，如果说你先切好了再蒸的话，它会它的形状散掉，不了，散掉。对，我们用这个时间呢处理一下，就是处理一下这个。啊，我先点火，好吧？哎，点火，沸水，沸水，沸水的时候加点盐，哎，让它有点底味。有点底味，先把蘑菇。不好，熟的先放。沸一下水。其实还有好多品种的菌菇都可以加一点。然后我们准备了一小碗这个凉水，让它迅速过凉啊。好，热锅啊，少放油，油放一点点啊，来姜片，姜片，葱段，葱段，把它爆香。对，这道菜呢，我们可以是汤多一点，汤多一点，哎，好嘞。爆香了，我们放一点汤。好，调一调底味啊，加入盐，哎，啊，少许啊，把这个沸好水的菌菇倒进去，把它煮透。正好这边开了，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了啊。关火，哎，已经非常好了。哎，对，就直接把它切断，一段一段的放在汤里面。下刀肯定啊，快速。再切一个形状，还可以切个菱形。好，我们表演一下。另外，切了菱形，装盆了以后啊，中间炒一个蔬菜，另外就浇一点蚝油贴。对对对，又可以一个菜，又是一个菜。啊，对。好，那咱们这样，我们关注一下汤怎么样了啊？这汤也好了。哎，好，清汤啊，关火。起锅的时候，对，来点味精。好，生鲜。啊，这个汤更加美味。好，是很清淡啊。清淡的一个菜，夏天吃非常好，是吧？哎，家乡百叶卷肉就行了啊。我一开始接到剧本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是做出这么一个非常清爽的这么一道菜。在我们江浙一带，这个菜非常受欢迎。其实呢，我突发奇想啊，如果在夏季呢，比如说我们不用这个豆皮，我们用这个。腐皮，哎，腐皮，或者说我用菜这个菜是吧，圆白菜，圆白菜都可以，然后有个再卷，但是也是要吸吸水，然后加点干粉，先飞一下卷，这也很不错。再来回顾一下家乡百叶卷肉的制作方法，在肉末中调入鸡蛋、白糖、胡椒粉等搅拌上劲儿，再加入马蹄、香菇、笋粒搅拌均匀，将调好的肉馅卷入千张中蒸八分钟左右，浇入调好的汤即可。谢谢何师傅啊，我们明天老地方老时间老朋友不见不散，再见再见。明天由屈浩大师介绍一道早餐，您最多花上十分钟就可以做出一套营养好吃又有新意的早餐，敬请关注明天的节目，红椒青瓜烩面筋非常适合老年朋友。